代表台南市的农渔民哦，送你一个物件，拜托你，因希望你替阮台南市的农渔产品多多推广。哦，这敢偌清德捌啉过尔，别人拢毋捌啉过，吼、哦。三八家现会啊！咱两个看大清就变好了。哦，好啦，除了恁副院长以外，可能无人比咱两个看伊较好。感谢会员赞助支持。主席，我来请院长一下。麻烦再请卓院长备选。院长，应该较轻松的哈。谢委员好。我来代表台南市的农渔民哦，送你一个物件，拜托你，因希望你替阮台南市的农渔产品多多推广哦。啊，这我甲你讲，这敢偌清德捌啉过尔，别人拢毋捌啉过，吼、哦。香蕉甜甜啦，吼、哦，非常甜蜜诶。这是台南市山顶野生的蜂蜜，真侪蜂农、甲农民、渔民，景气无好，希望院长你的关注，会当多多为中南部这农渔产品呢推广，哦，减一寡乡下的气氛啦。加一寡趁钱的商机啊！这是农渔民，希望我伫遮替因表达因真无奈的心声。哦，迄、那个瑞哥啊，是伫咧带领，就亲像一个家庭同款。人讲家和万事兴啊，家不和万事兴啊。如果你的个人互相定过，互相相杀，其实伤害的是你，无唔对。我无认为赖清德会刻意去讲，即个做总统，伊做甲总统就对，伊袂刻意讲啊，叫即个个人修理即个个人，伊毋是即款人。是哦，这咱真清楚。对，第一毋是赖总统的意思嘛。第二，嘛唔是你院长的意思啊，哦，安尼上个意思，你家己三八家现会啊。我今仔定程时钟，对我有啥帮忙？突然你看大清德有交情安尼哦，无啦，因家内底，啥物人的交情会比咱两个看伊较好？那会员较好。无啦，咱两个变好，咱两个看大清德变好啦。哦，好啦，
除了恁副院长以外，可能无人比咱两个含义较好啦。我讲安尼，你可能听有啦。所以何必伫啊？哎，伫皇帝面头前咧争宠，啊，意思是安那？啊，总统有干咩过啊？啊，你唔作情？我希望这个代志唔好阁发生啦。是是，这绝对爱国。哦，这对教地会影响到你呢？对对，这一定要请内阁阁员会当。真正坚守家己这个分寸，看对对政策清清楚楚、严肃处理。哦，咱的战斗机发生故障，飞行员跳机，对无？这个代志你知无？是。不幸中之大幸，哎，飞行员跳机无死的是有够少呢。结果落海，跳机无死，险有恁救死啊！到底是国防部、军方，还是海巡、港口、海面的巡夜，这到底是啥安怎协调的啦？装备检查是怎来处理的啦？啊，委员报告，这件代志在处理的迄段当时，上紧的时间内拢有掌握到伊的状况。我是讲啊，救命！海巡，佮叫伊跳落，佮用手的，爱多爱手呢？咱来尊重第一线指挥官佮工作的这个。无啦，卖阁尊重啊啦！兄弟，因来处理。你讲我应付这也无意思嘛？我唔是讲。我正讲，装备的检查要安怎落实啊？你敢知？院长，你不一定知啦。就讲，咱训练一个飞行员呐，到甲伊成为一个合格的飞行员，咱拢总爱开偌济钱？你敢知？那这种要用经费来算，那不得了。但是我感觉那是无价。实际经费啊，吼，以美军给咱的标准啊，咱训练一个合格的飞行员。合理讲，差不多伫个550万至600万的美金嘛。等于讲，咱开伫伊个身躯顶，到伊会当飞。哦，应该是差不多伫个1亿6000万至1亿8000万啦。部长，我讲安尼讲唔对。所以个飞行员救起来迄个时阵，大家心肝内拢感觉真安慰，吼、哦，拢感觉真安慰。所以咱尊重第一线工作啊，甲指挥官。咱开遮侪钱去训练一个合格飞行员，目的是啥？是要保护咱的国家嘛？守护疆土嘛？是。结果伊落海，救甲不得不去。迄时来讲，迄是全国侪拢是甲咱闹鬼、笑话。请部长说明一下。部长，我请教你啊，吼，就讲要安怎挽救啦？就是这装备检查要安怎会落实啦？咱这有六台诶，迄个直升机有迄个夜间搜救的能力啦，所以。阮的这个能力是有啦，但是委员讲的就是讲，迄天迄个直升机吼，迄个吊篮落去了，啊，就是坠地了，都假死啊！你个有，我说蛮有啊！啊，即马就当咩？牛在伊那咧笑咧牛。当然這，这款的情形是无话你看到啦。所以我拄仔咧甲你讲咧，讲以后对装备检查变啊落实啦，部长。对了，这装备妥善率，这真正是爱检讨改进啦。对，我讲我卖关切，因为即马两岸真紧张嘛。哦，咱每一个装备，得来拢无简单，拢百姓会看钱嘛。你老好好检查，维修你看卖啊，还是带偌人呢？你会晓收水未？你敢会晓收水？伊个跳绳落来了。迄个寒人伫12月天就对啦。伊个跳绳落来有一个滑，迄堵伫内底的堵伫海水啊，是拢，迄毋是淹死的，拢是失温死的。我大家互相勉励啦，我是感觉这真重要啦。哦，装备的检查若无落实啦，哦，这摊事已经大家拢看伫目面，歹势甲你指责啦。哦，大家拢足辛苦。感谢委员的提醒吼，这一定是未来要加强装备。好啦。妥善这个工作，应该加强落去。院长，给你答应嘿。委员，请你放心吼，我们要救人的时吼，一定看伊的状况。爱护台湾的乡亲放心啦。阮的迄落兄弟兄姐妹的，其他的弟兄姐妹很多啦。今麦搁六个一边咧，足歹看啦。我唔免我放心，予全民放心，好无？装备检查爱落实哦，这我无骗你，随时会搁发生啊。哦，对，你因为咱有训练，深入中线愈侪，咱的训练
应对就会愈侪，愈侪意外就会发生，搁再发生，搁处理，搁背搁扭袂起来，迄个时阵就歹势啊！哦，好不？但是这个你讲，阮甲海顺的迄个合作嘛是真密切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请订阅支持哟。